还好吗？哦，很好。姐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的面包。哦啊哈！香蕉嘞。哦，可以。那是要烤吧？我的蛋要焦了啦。对，这颗蛋给如谦，我想要半熟蛋。半熟蛋是什么？哦，你说那个蛋黄的那个哦，可是不行，这规定他没有，上面没有教我，上面怎么写就怎么做。对啊，我还要培根呢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培根都还没好，而且我还两份呢。你点会翻面的？会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不会这样哦，没有哦。还好吗？哦，很好。哎呦，香蕉嘞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的尾鱼放进去喽。先带下去，然后再放饼皮比较好，它这样才会粘住。对，你先把皮拿起来。我刚也是先，因为你可能让皮就先有点小焦这样。哦，刚有加油是不是？你的蛋饼皮怎么没有啊？对，我加油了。好嘞，好嘞。可以盖上去。我想换一片，它太油了。你也知道，你看得出葱油饼啊？我以为我们做的是葱抓啦。等一下，一个一个来。冰红茶，你要什么？我先乖乖。你要什么？那里有红茶，红茶是好。酱油膏的好。番茄，你要番茄？你要水太多了吧？这个细细小番茄。都切什么细细小番茄？熟炒熟炒喽！哦，龟粮好利的，我以为汗流浃背了，然后装不进去。我小心小心，请享用。啊啊，还没了？怎么了？我还有番茄。姐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的面包。哦啊哈，焦的啦，可能。哎呀，焦焦的好吃，脆脆。哎，我喜欢吃这种哎。焦啊！这很好吃哎，这样这种。